陈伦、陈小倩，你们在干嘛？这边好玩吗？哦，哥哥，你在干嘛？我们走错边了。嗯，嗨。嗨，爸爸帮打招呼。嗨。接下来是菜、水果，还有花油，主要的东西，花心来加贵。你看这个人多惬意，还知道配饼干。妹妹，好喝吗？吃饼干配梨子汁，对，没有错。哇，妹妹好厉害哟！吹吹，呼呼，一个风，哎，气功来，气功来，笑。哎，在干嘛？嗯。10点半，11点。陈伦。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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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。好吃吧？啊，你草莓在哪里？草莓在我爸烤。哦。哎，挥挥手啊！来，阿姐妈咪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好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换你。要不要大姐叫你？这个是能上瘾的。甜呐。哦，哦，他很爱吃水果，他那个水分很多，
他很爱吃水果啊。对啊，他又吸啊，吸很久的。嗯，好吃吗？好。嗯，给爸爸吃一口好不好？给爸爸吃一口。两岁还不到哈？没有，一岁四个月。你是双胞胎？你的一个在台长没？双胞胎。嗯，好吃。哇！都会记得再来找老板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非常美的地方，耶！哇，好吃。啊，很夹子嘞。哇！这边讲很多人啊，好吃。